我去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天上有三个亮点，怎么看都不像星星啊！啊，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幽浮吗，兄弟们？好的，温馨提示啊，在这个游戏当中，我们将目睹被外星人绑架的整个过程啊！胆小的小伙伴们最好不要看到最后啊，结局可能会很吓人啊！那么既然是目击了 UFO 啊，我们要干什么啊？当然是拿出相机啊，拍张照片啊！是这样的，因为咱们的主角是一个记者嘛，今天奉命来采访一家有关于外星人绑架事件的受害者。不过话说啊，为什么非要在半夜来采访人家呢？好的，那么前面就是他的家了，两边都是玉米地。我去，这环境看上去非常的阴森啊，有点吓人啊，应该是玉米杆被风折断的声音吧。我去，这里还有个稻草人啊，看上去挺瘆人的。门上还给我们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是啊，咱们的采访对象他到城里去了。哎，不过门又是打开的，提示告诉我们进去调查这间房子啊。我去，看来这间房子有点阴森啊。电话当中传来了奇怪的电流声啊，冰箱上还挂着照片啊，哦，这是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啊。同样啊，报纸上也报道着有关麦田怪圈的事件啊。看来一楼找不到什么线索啊，咱们继续搜索一下第二层楼啊。哎，这间房子应该是他家孩子的房间吧，摆放着一些玩具啊，还有一个对讲机吧。啊，这里又是一张照片啊，是他家小孩玩耍的照片。那么重要线索就来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张小孩画的画呀，正面画的是外星人来了，小孩正在和他热情的打招呼。然而背面画的是什么？哇，外星人把狗给杀死了。好的，这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线索了。这是一个关于被外星人绑架的日记，感兴趣的可以暂停来看一下呀。好的，线索找到了，拍张照片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材料。好的，咱们的任务完成了。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哎，我去，什么声音啊？哇，这什么情况？灯全部给爆掉了，现在四周乌漆嘛黑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！哎，没关系，还好我没有手电筒啊，赶紧的，赶快离开这鬼地方。哎，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我去，不是吧，兄弟们，外星人来了吧？哦，这一楼现在变得一片凌乱啊！刚才都还好好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啊，我们看一下窗外啊，看上去还挺平静的。走走走啊，赶快走啊！这个地方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。哎，奇怪啊，刚才不是天上只有三个吗？怎么突然又变成五个了呢？我去，跑了一个啊！这是来抓我们的吗？此时我们的车也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好的，我们又要经过这片玉米地了。哎，四周总是不时的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哎，微信提示，前方高人，准备好了吗，兄弟们？玛卡巴卡巴卡巴，我去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外星人啊！你看我是多么贴心啊，还给你们高人预警啊！好的，现在赶快跑啊！哎，这里怎么突然多了一套衣服呢？应该是某个人啊，被外星人给抓走了吧？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咱们赶紧回到车上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啊？怎么打不起火呢，兄弟们？这么关键的时刻啊，这车居然罢工了！我去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兄弟们！哇塞，兄弟们，第一次啊，如此近距离的观察 UFO。有一说呀，这场面也太震撼了吧，看得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被抓了，逃也逃不掉。啊， UFO 的灯光由蓝光变成了红光啊。好的，温馨提示，前方高人，准备好，兄弟们，外星人要来抓我们了。嗨，我又来了。